终于收工了，带重了一天，我觉得自己的皮肤痒痒的，一会儿我就可以涂这个面膜了，一个超级好用的面膜。我刚好呢也想分享给你们，就是这个春季的积雪草保湿修护面膜，它非常的方便，是这样一个小布丁的设计。我最近出差或者是去外地有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会带着它。它是这样，就打开了，里面是这样白白的乳质地的这种感觉。因为平时工作长时间的带妆，皮肤的状态会比较的敏感，然后会比较脆弱。卸完妆以后，一会儿敷上一片积雪草面膜，我的皮肤就能够瞬间的恢复过来。那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火的成分，就是这个积雪草，还有一个神经酰胺，就是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和保湿的作用。经过一天的带妆，我的皮肤会非常的敏感和脆弱，晚上洗完澡卸完妆，把它涂在自己的脸上，我特别喜欢厚厚的涂一层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会觉得非常的软，然后非常的保湿水水的，皮肤状态会非常的舒服啊。有了好的皮肤状态，再迎接第二天的工作。我一会儿要准备卸妆了，就不跟你们说了。